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重担得安息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马太福音11:28-29。主耶稣要一切担重担的人到主这里得安息，并要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。我若负自己的轭，是苦重的；但是负主的轭，就是轻省容易的。因为我负自己的轭没有依靠，前方也是未知，但父主的轭，他给我有生命的应许和一切的保障，并且我还要学他的样式，就是谦卑、顺服、温柔、忍耐。这样，我不为自己盼望得什么，就能得着真正的安息。主耶稣，感恩你使我明白，我当与你同负一轭，并且要学你的样式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这是我心里得享安息的应许。我若只负你的轭，却不懂得学你的样式，就会活在痛苦之中。我若学你的样式，却不负你的轭，就不是完全的顺服。帮助我负你的轭，也要学你的样式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是我们的爱心，你就是
担子是轻生的。